哎，编辑，编辑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我这里有13房小妾，先让我消费啊。你家里都有13个房妾了，还来青楼跟我们抢干嘛？哎，就是因为小妾众多，才更需要这狼烟棒啊！诸位兄台，此人实在可恨，大家一起将他先给挤出去。哎，住手！哎哎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别挤了，我们楼里啊已经没有空闲的姑娘了，大家改日再来吧。无妨无妨，我等银钱照付，只要给我们购买狼牙棒的资格就够了，就当做是我们已经在姑娘的身上消费过了便是。你看你做的好事，现在整个楼里的姐妹都在跟我抱怨。一天的客人啊，实在太多了，接都接不过来，甚至还有的姐妹要求跟我申请休沐。这也不是好事嘛，如此一来啊，这个名额我们潇湘楼还不是十拿九稳吗？到时候各地分店开起来，就能接纳更多的客流量了。你怎么又过来了？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成天来青楼，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呀？师叔，谁说我割谁的舌头？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我了吧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就算你得到我的肉体也不行，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。我可是个正经人。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？哎哎，别，你别哭呀。哎，我是说，你的身份一看就很高贵，而我只是个青楼闺宫，咱们俩是没可能的。